狗狗睇到嘅世界，无论色彩定清晰度都同我哋唔同。呢两姊妹尝试由狗狗嘅视觉画咗一幅俾狗睇嘅画。我同佢即系出到去郊外嘅时候咧，如果即系太阳晒咧，其实佢就会蒙起对眼嘅，即系好残眼咁样。咁我就谂，其实佢睇到光噶喎。咁如果反光嘅话，其实咪好似即系地草地上面好似有啲星星咁样。咁我即系我咁样谂，我觉得舒服啲咯，即系我觉得开心啲就系、是，佢系每一日都可能睇到地下闪灵灵咁样。人睇到嘅风景系咁。狗睇到的可能是咁喎，覺得佢會睇到的影像，因為其實佢好中意食嘢嘅，咁佢你喺任何嘢擺喺佢面前，佢都覺得係食得嘅。咁佢我就會諗啊，其實咁佢見到一嚿嚿石嘅時候咧，會唔會覺得係一嚿嚿骨骨喺佢面前咁？兩姊妹自細就一齊學畫畫，大個咗之後仲一齊養狗。原來妹妹 Barry 曾經怕狗嘅，全靠姐姐 Joey 幫佢克服。我記得係佢企咗喺牆嘅一個角啦，咁跟住佢就拖住我隻手就行經過去咁樣講，其實佢都當你冇到啦咁樣。大個咗之後，各自養咗貴婦狗同埋波士頓梗犬，平時就俾外犬做畫畫嘅主角。原本係做老師嘅 Joey， 仲更加辭去咗任職多年嘅教師工作，希望可以創作繪本，追尋細個埋下嘅繪畫夢。因為我自己相信每個人細細個嘅時候都應該本能、本性上係喜歡小動物嘅。咁我希望我自己嘅繪本咧，可以係有少少 touch 到佢哋個心靈，令到佢哋都會覺得啊，係喎，其實我哋都係愛小動物嘅。even 可能係一啲被遺棄啦，可能係流浪狗啦。但系都对佢哋有善良嘅心咯。咁狗仔望到呢幅画，又唔知道有咩反应呢？我有试过摆喺佢面前噶，咁佢又望住，跟住就唔理咯。所以可能系失败咗。